我听说那个电影的配乐特别好听，有时间我们去看吧。行。夏如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在这儿工作的钟点工啊。想不到你连这种事情都做。哎，这桌子怎么这么脏啊？先别擦地了，先把桌子擦了吧。你在学校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现在成哑巴了？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有什么好说的？行了，忙你的去吧。我拿了这份工资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看来你还真是只为了钱，什么都肯做的人啊。拿钱做事儿是吧？嗯。我让你弹琴，你弹吗？只有能证明什么吗？行了，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音乐。只要我们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什么都是值得的。